陈玉玲通告玩出火，气坏老婆被骂下流。过年都会有特别节目嘛，哦，看着看着戏啊，我在跟一个女艺人干嘛呢？玩游戏，抢过来就哇哇哇哇就吃，完了跟她吃同一条鱼。看别台，都一转别台，跟另外一个女艺人在安全之吻。你本身下流，一直在接这种通告嘛？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这是吴亚博。以上节目由京都念慈庵冠名赞助。